我现在的话赶到平时矮哥唱歌的这个地方了。今晚的话济公啊，他从他家里过来在这里晚上，所以今天特意过来拍个视频了。济公还有矮阿兰他们唱歌了，好久没有拍他的视频了，今晚过来一下。然后大家好，今天的话济公啊，他从他家里啊赶过哪里这边，现在过矮哥这边晚上，他要在这边唱一下歌。我今天特意赶过来啊，赶过来拍的他，很久没有见到他了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是啊，我也觉得今天晚上我也非常开心，能够让我们的白鹤哥来到这里，他从云赶着回来看我，跟我们问候一下。就看你非常热闹，我就是这样。行，感谢。跟拍我跟矮哥，所以我跟矮哥呢，能够有今天是要感谢他，哦，他拍的视频非常棒，非常好。看那春光藏，心能多几趟，花满人生好，阿妹更少情。看那春水流。吹歌声飘飘的飘着呢，吹起我的鼓声，美美的唱一声，等到太阳落下，你再跟我唱。啊，因为我是我们的百济，也是我们百济红星人，也是各位朋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非常感谢我们的白鹤哥，还有我们的矮哥阿兰啊，今天很好唱，我们来听。